管你将来是来美国几代，还是你才搬来 Arizona， 咱拢是亚利桑那州的人，所以每一个人拢应该被计算在内。你2020年的普查是一个修正Arizona 未来十年的将来的机会，透过投资甲无同款的方案来保持这个社区安全、健康甲持续的成长。请到 azcensus2020.gov 来了解愈多详细情形，谢谢。